Hi YouTube， 今集咧就系讲清理空间嘅。嗯，好，你知唔知道清理空间有咩方法？蜡烛、鼠尾草、香。蜡烛、鼠尾草、香。我常用嘅。常用嘅。嗯。咁如果香你用咩香？一粒粒嗰种。嗰啲。一粒粒嗰啲。圆锥嗰啲香。系啊，纯粹系中意个味道。系咩？即系咩味嘅香？譬如檀香啊。沉香啊，系都有喎，都有喎，好多种喎。但系我系闻佢个味，我中意嗰个味，然后我就嗰日就烧佢。但系你点知佢嗰只味可以清理到？全部都可以清理嘅。啊，系嘅咩？咁我买先咪好干净。哦，应该咁讲，我买嗰啲系可以清理嘅嘅group里边去 pick up 佢嘅，咁所以嗰啲就可以清理啦。Okay.即係你在店鋪的時候買嗰啲咧，就指明是一啲叫做Killing Space 嗰款嘅一啲香啦嚇。係。咁我哋咧都會係用到一啲咧香咧係做一個清理啦。嗯。咁好簡單，其實就係點著佢咯嚇。咁點著佢？如果係嗰啲香係一啲功能香嘅，佢係一啲叫可能叫 Key House 啊、Killing Space 啊。或者是一些植物某些植物的香其實都有一個清理的功能的、嗯、普遍呢我們都會用到是檀香檀香、嗯或者聖木的香鼠尾草的香甚至乎我們如果想增加金錢的一個香呢、嗯、我們就會用到玉桂啊廣藿香啊迷迭香啊一些的香味去提升了個空間的能量，而且還有一個空間清理的一個功能添，嚇咁樣嘅。翻屋企燒下肉桂先，咁我哋就會用到一個香啦。咁同埋啲功能香個香味通常都比較上係香噶，即係有個香味香料嘅味道喺度。但係留意咧，就係因為始終佢如果係你用開一啲牌子，譬如係豬油啊嗰啲咧，嗰啲個化學成分會比較上係高嘅，因為佢原因係因為佢落咗少少嘅黏合劑去令到啲香鞏固咗，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會直接咧喺度索嘅，通常就係由佢點清咗空間，我哋就用個空間啦，就唔會留喺度索嘅。咁調翻轉有啲天然嘅香咧，我哋就可能坐喺度去品啊，品個香。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啦，就係、是、功能香還功能香，品香還品香係兩種唔同嘅一個玩法嚟嘅。好，咁除咗香之外咧，頭先阿 Coco 提過咧，就係用一啲蠟燭啊。咁蠟燭嘅話咧，普遍我哋見到嘅牌子咧，都會係美國出嘅，一支大概係呢個 size 啦。咁呢個 size 就應該再細少少，如果出面坊間買到，大概係40-80元支咁大支嘅。咁如果再大支嗰啲係燒咗好幾日，甚至乎過超過一個禮拜嘅。咁嗰啲香就會大啲，但係相對嘅價錢都貴。個原因係因為美國寄過嚟個運費咧，呢啲好重啊，要從我曾經都有諗過咧去做一個蠟燭嘅批發商，但係後期都係因為個運費咧，我計唔啱數。計唔啱數，所以我冇買到，因為佢個運費真係差唔多買一支，即係 double 咗上去，然之後再買咧，又好似同佢原價個標榜得太高，咁所以我又唔想好似賣到啲嘢好貴咁，咁所以我就放棄咗，我就冇買蠟燭。但係我而家咧就通常我哋自己做啦，自己做呢啲蠟燭嚇，咁落一個 Vicky 嘅一個清理空間嘅能量去咧，然之後點就個蠟燭，就讓佢長期將個空間去咁樣去清理嘅。咁通常你點幾耐呢個？如果呢個 size 啊，呢個 size 我慳噶，我每日可能點半個鐘啦，或者如果聽即係房我點半個鐘啦，如果係聽嘅可能再點耐少少啦，咁我都可以用到差唔多一個月嘅。嚇咁蠟燭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清理工具。嗯，同時間如果你純粹點白色嘅蠟燭，就咁一個白色嘅蠟燭，其實已經可以將空間嘅能量淨化。而且提升到你一個正面的運氣，白色的蠟燭，所以呢其實是好適宜長期點的。但是當然啦，如果你下下買一些很大或者很貴的蠟燭呢，其實不划算，因為你長期點的嘛、我都是建議如果能力許可呢，其實可以自己做，即是自己識做的話可以自己做。其實我覺得自己做更好，我給 energy 是可以給我想要的 energy。 是的，你就可以，如果你懂 Vicky 的話、你就可以落一些 intention 下去，讓那些蠟燭成為了、譬如可能是金錢蠟燭啊、綠色的、
譬如呢個係人員嘅蠟燭啊，粉紅色嘅，咁你都可以根據你想要嘅攞一個意念落去，然之後佢燒嘅時候咧，就等於咦有人幫你做緊 Reiki 咁樣咯喎，咁係一個好舒服嘅狀態。同埋你不需要做任何嘢咯，你燒咗佢咁，你擺喺度咁就已經做緊嘢。我唔需要做好多嘢，係啦，我唔需要喺度咁樣做半個鐘頭，係啊，所以好好。咁所以就懶人必備，等於一個 treatment 啊。係啊係啊，等於一個 treatment 啊。咁如果有啲客户嚟到啊，我想做 Reiki 喎，咁咧你就擺四支喺側邊，就四手喺度八手 Reiki 喺邊。嗯。好。咁咧，呢個係一個蠟燭嘅一個清理啦，嚇、點著嗰個蠟燭嚇。咁、我哋通常白色嘅蠟燭，係、啦。咁就另外，我哋仲會頭先你提過嘅鼠尾草，鼠尾草就係一個煙燻啦，香嘅煙啦。咁我哋普遍咧，如果喺 New Age 嘅店咧，可以買到一個叫鼠尾草嘅東西。咁一條咧，大概咧。如果你喺 Spiritual Center 嘅話咧，以往我見咧都係大概$100到啦嚇。咁、有啲店睇下當唔當做啦，當做就可能有啲平啲嘅就可能$100咁樣啦嚇。咁、都夠你用到好長嘅日子噶啦。係啊。個原因咧，有啲人好慳嘅，佢哋會咧就咁掹一忽落嚟，跟住就燒啦，係啦。咁燒嘅煙咧，其實就已經係可以將個空間充斥曬，從而咧。有一個清理的效果，咁我哋會好留意嗰啲煙嗰個顏色嘅，點解咧？而家係咩色啊？而家係白色。白色。咁如果咧，我哋將佢擺喺一啲按摩床或者係我哋 office 嘅凳嗰度，好多時佢嘅顏色咧都會由一個清嘅顏色變咗做一個濁嘅顏色噶。我有試過咁樣嘅經驗，即係可能喺我間房係白色嘅煙啦，然後我去另一間房咧，嗰間房應該很久沒有被清理啦，咁啲煙就係灰灰黑黑咁樣，即係擺耐咗佢就變翻白咯。係啦，咁就通常我哋嘅講法就係話，嗰啲煙就轉咗之後咧，就代表個空間已經俾個色路你就係清理好啦，係啊係啊，啦咁係咁樣嘅意思。嗯，係啦，咁除咗咧，鼠尾草之外其實我哋多常用咧，都會係用到艾噶。咁艾咧就中藥鋪有得賣嘅。中藥鋪個味好勁喎。個味見仁見智，有啲人中意艾嘅味，有啲人中意鼠尾草嘅味。咁睇你係邊只，有啲人兩隻味都唔中意，都有嘅。係啦，咁就睇嗰個人去中意啲咩咯？咁孕婦我就唔建議去聞嘅。兩種啊，定係你兩種都唔建議聞噶啦。Okay. 如果孕婦嘅話，好啦，咁咧就點著佢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咧，大家嘅煙咧有少少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嘅。咁咧艾嘅煙咧就會係細少少啦，但係當然咧睇你個燒嗰個表面嗰、那個大細係幾多嚇。咁兩個都有幾大嘅分別嘅。呢、這個味道比較上係停留喺個空間。都耐嘅，而呢個咧，佢停留喺空間之餘咧，我哋啲衫咧，其實好快咧就會有一個艾嘅味道喺裏邊啦嚇。咁所以咧，就我哋都睇下你嗰個實用性啦，會唔會你件衫怕有陣味啊咁樣？第二點咧就係我會覺得艾嘅滲透性，即係皮膚嘅滲透性係強啲嘅，強啲嘅，即係同時間佢可以清理我哋 physical body 啦。而鼠尾草咧比較上係清理多空間。即係 spiritual body 嗰邊嘅，所以艾有時好多人係攞嚟做一啲痛處嘅地方。係啊，因為佢原因係滲透得強嘛。嗯。其實針灸嗰個灸咧，係嗰個字啊，灸係火啊，灸火嘅意思咧，其實就係講緊艾啊。係啊，因為佢長期點著啊，講緊嚇灸火就長期點著啦。好，咁我哋講完一啲煙啊、空氣啊。風能量的淨化咧，之後咧，我哋就講下其他嘅一啲淨化啦。我哋會講下光嘅淨化啦。嚇，光咧通常我哋咧就會用到我哋嘅意圖，我哋嘅意圖就係我哋點樣落一個 intention 去做一個清理啦，我哋去觀賞一個光出嚟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就會用到魔像。好，咁咧你一揸魔像就會講咩噶？我會講咩啊？係。派派幫幫，抱啊抱啊抱！我唔係嗰個年代咧，我就聽唔明嘅。咁咧，
是不是香港人才聽得明白的，你覺得是、有看卡通片的，因為我們這個台台灣的人都多的，應該是死了、是不是香港的節目、八十後八十後會聽，我八十後會聽得到的，不懂的。那你有沒有聽過、去去武器走去去武器走沒有Harry Potter， 我最近妙麗廣告都是看到 Doremi， 咪 Doremi 咯，我剛才第一個咪 Doremi 咯，唔係，我最近都是知道有 Doremi，、oh, okay. 但我冇睇 Doremi。哦、oh, ，好啦 ，OK。係啊，我個年代我過埋，我過埋龍珠嘅年代已經唔係我的年代嘅啦，其實。好啦，我哋繼續啦。我哋會用到魔杖。我哋用到魔杖，咁咧，然之後咧，我哋咧就會咧，首先就將佢聖化咗佢先啦。咁無論你自己摘嘅，你喺鋪頭買嘅，都要做呢個步驟噶啦。就係喺滿月之前嘅三日，即係13號、14號、15號農曆嘅。咁咧擺喺月光度曬三晚月光，曬完之後嗰晚完月之後，你攞翻落嚟，咁咧基本上佢就已經係充滿咗滿月嘅能量、月神嘅能量、武神嘅能量噶啦。好，然之後你就將佢兩隻手開喺你自己嘅手掌當中，然之後我哋將佢合埋。觀賞一個光滲透曬成支魔杖嘅全身。嗯。好，然之後我哋攞一個意圖，個意圖就係將負面嘅能量或者將冇用嘅能量轉化翻去光同埋愛嘅當中，讓佢帶翻回去源頭嗰度。好，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意圖啦。咁我哋而家就開始啦。咁喺我哋講嘅時候咧，我哋會邀請啊、Michael 大天使 Michael 落嚟啦，去保護我哋，守護我哋，去完成呢個步驟嘅。我而家祈請召喚。Angel Michael 嚟到守我哋，協助我哋完成今次嘅聖化淨化，亦都幫我哋為呢個魔像攞一個意圖，去將佢可以將我哋空間嘅對我哋冇 benefit 嘅一啲能量，將佢轉化去到光同愛嘅當中，然之後讓我哋嘅源頭去 take care 佢。好，當我哋完成聖化嘅時候咧，點樣用呢？最簡單最簡單就是一個空間裏面通常都有六面的，就好像色仔咁樣，上下左右前後。咁咧，我哋就會喺 corner 位，我哋就做 corner 位。咁咧，如果你按魔法嗰套系統咧，就會北邊先嘅，北東南西啦。咁如果你話哦唔係行魔法系統嘅，咁其實冇所謂噶啦。咁你就可以 corner 咁樣做。咁咧就逆時針轉三個圈。嗯，係啦。咁咧你向住空間一二三。即係向住 corner 位啦，跟住另外嗰五邊牆，你就做曬佢就可以噶啦。四邊啦，再加上天花板同埋地下。冇錯。嗯。係啦，咁個順序就係牆，跟住上下。係。好啦，如果加威脅點做咧？就你都係攞一個意圖啦。我而家將所有負向嘅能量去，或者一啲老冇 benefit 嘅能量去將佢淨化，去將佢處理，投入到光同愛當中，然之後將佢轉化。好，呢個時間你就觀賞一啲白色嘅光雨。落落嚟，滲透落我哋成身，經過我哋手個光一路落。當你感覺到有暖流落到你嘅手嘅時間，將個光一路融入去魔杖，魔杖就係你，你就係魔杖嘅手。之後你就轉三個圈。我可唔可以畫 chocolate 㗎？你可以畫 chocolate，你亦都可以觀賞個 chocolate 喺度。畫咗喺隻手度先。滲透埋落。OK。佢成個光都係 chocolate 嘅光，咁咧你就可以三個圈啦。咁如果你 chocolate 都係加多個七字啫嘛，七跟住 chocolate 三個圈，嚇、咁樣咁去做嚇，咁啊四邊一個光嘅一個能量去做個清理，亦都我哋魔杖最常用嘅清理。除咗魔杖之外，我哋都會用到透石膏，係一個水晶，係一個土元素嘅東西，亦都係用光去一個滲透啦。咁佢本身係一個不需要去清洗嘅水晶，同時間佢嘅能量、佢頻率已經足夠去清洗成個空間。的一個能量，而且它的強項不單止是清理空間的簡單，它強項是清理人身體的阿華的一個，即是我們身邊的一個空間，這些是的，身邊的空間，它幫我清理非常之強。那呢一般呢用法呢就是向外是的，向外做一個簡單的清理，那我們就會用到透石膏的，它可以做清理是不是？是，那可以這樣放上去，我哋就好簡單啫。點啊？擺上去咯，嚇。睇唔睇到啊？擺上去。哦，即係咁樣。係啦，
咁亦都透石膏咧，如果你有四支嘅話咧，擺喺角落有得去做一個廿四小時嘅天然淨化，其實非常非常之好。咁就長期擺都可以啦。係啦，係啦，係啦，我自己本身都係會唔同嘅地方都有透石膏擺喺度。咁、你會發現咧，個空間清理咗之餘咧，其實你嗰、那個 keep 住個能量係正面啊，嗰、那個感應啊，各樣咧都會比較上係好好 clean 啊，我會形容。OK， 明白。幾好嘅一個。個方法嚟嘅，係啦。咁透石膏除咗係光之外，我哋仲有機會係用到一個聲音啦。聲音呢、這個就係一個靈，靈係屬於啊武神嘅，武神嘅一個工具啦。咁佢嘅聲音咧其實好清脆、好響亮嘅。一般咧，我哋嘅做法咧就係、是、一路搖住，然之後我哋由北方嘅位置逆時針行，去到、西南。東走一個圈，跟住向北嚟就成個場清理曬噶啦。尤其是係特別一個大型嘅一個儀式，好多人嘅，咁一班人咧就圍住，好似一條排長龍咁樣兜個圈一齊跟住一個圈，咁啊成個場清理清理埋後面嗰啲人嚇，成個大嘅場就一次過清理曬啦。咁聲音係非常之快，聲音係最快去曬成個空間嗰度嘅。係啦係啦，因為光都係要逐個位做嘛，聲音其實已經去曬噶啦。咁特別係除咗零之外咧，即係 white card， 我哋魔法會用到零啦。咁我哋啊、譬如係啊密教嘅密教都會有佢哋嗰啲密教嘅零嘅，同埋可以用到啊、喜馬拉雅嘅重撥，係重撥或者水晶嘅撥，水晶撥又係清空間清得非常之好嘅一個工具嚟嘅。不過夜深就唔好做啦。夜深就清埋你哋啲夢啦，可以嚇，嘈到隔離屋，擾人清夢啦，係啊，咁啊清夢啦，係咁好啦，呢、這個就係一個掃把，都係我哋威卡常用嘅工具啦。我自己常用啦，但係你話係咪物需要買咧，就唔係物需要買嘅。但係你買咗之後咧，我會話俾你知，一定常常揸在手。點解咧？好方便，好方便。當你做一些儀式的時候，可以一紮起撥撥撥撥撥撥，好又 做其他嘢，非常之非常之方便的一個工具啦。咁、魔法掃把咧，其實有不同 size 嘅。咁長嗰啲長條嗰啲就係佢哋通常去參加 party， 咁啊騎住吹就去 party 啦。係啦。咁如果細啲，好似咁大把呢啲咧，咁咧除咗可以真係咁樣做一個清理之外咧、其實佢做一個氣場的清理咧，非常非常之 good 噶。是不是好像剛才透石膏那由內到外掃？是的。那哦，那你可能又會問了，那有什麼分別呢？有什麼分別呢？有什麼分別呢？好，這個除了做清理之外，它 cut cork 也都非常之 good 的。cut cork 就是去 切除一些、人家放在你身上的一些吸能量的管道，就是那些能量吸的鬼，我們俗稱的。是、啊、那而這個呢，這個就、不會，我們不是做主要cut管道，我們純粹是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清理、清化儀式的空間、這樣所以個用途會有少少分別的、樣咯，好了，那我們呢今集的清理空間呢就講住這麼多先啦。如果你喜歡我們的、是不是是啊，繼續掃先啦，繼續掃。那呢講完聲音的話呢，還有就是不要忘記我們的水元素啦。水就是聖杯啦，聖杯，咦，那是不是就純淨水就可以清理呢？很多時候我們會加多一樣東西的，就是鹽啦。這個鹽不是普通的鹽，是海鹽。海鹽。海鹽。除了海鹽之外，岩鹽都可以的，但是海鹽那個能力就會比較高強一點，原因就是因為它在大海裡面經歷過大海 的洗禮啦，它去到七大洋不同的地方周圍去觀察啊、觀摩啊，係啊，礦物啊都有好強嘅進入曬去呢個鹽裏面啦。所以當我哋用鹽嗰度落個聖水度，係啦，落個聖水度，然之後咧呢、這個鹽咧就可以用噶啦。咁咧點樣用呢？就係、是、我哋咧會黏一啲水啦，然之後咧我哋就會撒喺四周，係 corner 位，甚至乎如果我想做一個個人嘅清理嘅，咁咧。因為有啲似碌柚葉咁樣咧，係啦，咁都係一個、清理啦。咁呢個就西方啦，我哋就鹽水；東方我哋可能就用
綠油葉啊，嗰啲、okay. 工具嘅嚇。係咪可以另外仲擺喺房門啊、門口啊？鹽如果咧，你哋做零售嗰啲咧，我都幾建議咧係或者你有客啊嗰啲新淨化嗰啲咧，喺門口各位嚇，咁繞住揼一個圈。咁一般咧因為我哋始終嗰啲店香港啲店細啊，就唔同外國啲店好大嘅咧。係你可以兜啊，成個士多咁兜咧。咁你香港啲店比較細嘅話咧，咁就你睇下門口定門口咯。係啊，如果唔係就我哋就四邊嘅通常，咁啊一路都擺啦，一路橫掂都擺啦，滲啲鹽落去咯，同埋可以沖涼啊，係咪啊？係啦，咁我話其實香薰都可以，香精或者精油其實都有一個清理嘅效果嘅，咁可以將啲精油咧落啲水溶劑，然之後做落個噴霧度，跟住咧就係噴嗰個空間，其實都係一個非常 good 嘅一個。用水去做一個清理的一 個工具咯。呢一種我都有用，我就會買一些細細啱嘅嗰啲噴霧嘅樽仔入落去就擺袋咯。嚇，我哋有自己出了一款咧，係非常之強的清理嘅劑嘅。咁如果遲下我會開一集咧去講嗰、那個嗰、個劑好啊好啊，因為它非常之 powerful 嘅，那個劑係無論喺 spiritual 嘅清理啦，或者喺我哋肉身嘅清理，其實都非常之強嘅。咁遲啲我會開一集去介紹，因為呢個我係會做一個擺喺個店嗰度放嘅，放喺個店度，你哋可以上嚟或者上嚟我哋 office 買嘅都可以。嗰、那個係冇味嗰支啊嘛，冇味㗎，完全冇味㗎。甚至乎其實咧，如果咧，譬如我哋有啲。體味啊！係啊係啊！一噴起就冇曬啦，冇曬噶啦！點解咁神奇呢？我哋下集話你知。下集話你知。好，記住益者三友訂閱、贊好同埋分享。拜拜。